教，其實我哋同區嘅時候會有很多兄弟姊妹一起，可以話坐滿我哋整個嘅聖堂，好少啲噶嘛，我哋少一半，我哋三分一。喺嗰日裏面，我哋樓上我哋坐，所以都好多謝大家熱愛我哋同區，好使我哋都能夠。在外表上面給到我們熱愛我們的心，在上個禮拜晚我們的宴會，我們都很開心，我們差不多四十幾位，這個都是我們區的紀錄，少有多席數。所以看看這個宴會，也都看回今晚我哋嘅福音里面所提及到嘅，或者喺《圣经》里面所提及到嘅呢个嘅天上嘅盛宴，所以宴会对我哋人间嚟讲系一个喜乐嘅时间。喺个宴会里面，我哋可以加深嗰度我哋人与人之间嗰个感情，亦都让我哋人与人之间咁系友谊。可以用外在的方式表現出這個是先知或者寫福音裡面的人，很多時都會用這種的方式去表達上主對我們人類那份的感情。我今晚上要提及到的開始我們人的方法去處理的宴會，不過我哋都明白，天主你个宴会，并非好似我哋人嘅想象。我哋人都有风俗习惯，我哋人都有我哋自己嗰种嘅规矩。当我哋参加宴会嘅时候，我哋都不知不觉之中，我哋都会投入去呢个宴会里面所要求嘅事。當然很多的宴會沒什麼所謂，當我們說有些大人物出現的時候，當我們收到的邀請卡上面寫著少少的條款，希望我們某個時間準時出席，我們參加的時候，我希望都有一種的模式。所以這些是我們人間裡面有的宴會，我對天主來說，在宴會裡面並非有這些的規矩好像我們人，所以在上主的婚宴裡面，他沒有我們人間那麼多限制，他不會邀請所有的人，不會評論他們是來自哪個國家，來自哪個行業，或者一個人是良好的或者是醜惡的。隨著宴會裡面有一種監察的機器在用，所以不好像我們人家裡面，我們會分開南半球的國家和北半球的國家，在個經濟裏面有很大的差異，然後我哋人裏面亦都有東方嘅文化、西方嘅文化，嗰啲冷戰裏面，所以個監察嘅機器睇翻而家嘅權力，我哋影響嘅嗰種嘅幅度，特別喺今日，當我哋睇報紙嘅時候。我們提到某些人物，他很多時都說話我們的特首是有沒有他影響力，我們的特首他對民生的認識多少，就是這些我們人間裡面所有各位天上的宴會裡面就不會有這些這樣的問題出現。不過大家會看回今日福音裏面所提及到的前半段，
候官員真係實在有大嘅分別。喺當時嘅人，佢有清楚明白前官員嘅所講嘅係啲咩嘅。所以當我哋自己作為香港人嘅時候，會明白我哋要揀佢特首嘅時候，我哋點解我哋跌咗落去咁樣嘅環境裏面。所以如果我哋熟悉下當時嘅環境，對聖經嘅認識更加深得多。佢主要嘅話就係天主所揀選嘅人，不過呢啲人天主好想佢哋俾曬所有條件佢哋，不過可惜佢哋完全唔欣賞，完全唔接受呢啲，就係今日喺部分所提及到結果。因為佢哋唔接受，所以擺出第二個部分出嚟，喺嗰度就會話邀請所有無論嚟自各國嘅階層，天主都願意一樣樣接納佢哋。我今日有啲地方嘢大家都好清楚嘅，就話既然請得佢嚟，點解呢個國王巡視嘅時候見到有一個人冇穿上禮服，就因為冇穿上禮服，就要將佢咧係拉除，將佢放咗喺啲哀悼之詞當中。有時我哋好難明白呢啲嘅風俗習慣，不過有時如果我哋再睇下喺不同嘅國家裏面。不同的地方裏面，譬如你講有些地方出現啲大人物的時候，往往就會俾扎花辮，或者俾條嘅頭巾，或者俾佢條嘅領帶，即係話呢個表示歡迎佢，一個歡樂嘅心。使佢成為佢哋當中一員，或者有時我哋參加啲宴會嘅時候，主人家好多時都預備一啲少少嘅飾物，放咗喺人嘅身上，好似我哋賣旗一樣，每個禮拜六、每個禮拜三，我哋都會見到好多嘅中學生，佢都會。為他們祈求，或者有需要的人，都希望我們能夠捐獻，所以給了一個的標記在我們的身上。所以當時的習俗，如果是你們有錢的話，當時都會給一些禮服給所有的穿上，使他能夠成為一個團體裏面的一員，所以大家歡天喜地以同一個方式接受主人的邀請，穿上一樣的服飾。所以在這裏我們會看回這個人穿上服飾，所以我們都會想想為何這個人穿上主人給他的禮服。所以有時我們都會想回在今天這個時代裏面，我們願意成為上主這個家族裏面一員。不過上主所渴望的是一些媽媽夫婦的成員，我希望我們都能夠積極地面對我們的邀請。特別是主人，上主願意我們單止我們的人道，希望我們的心亦都嚟到一輪，好似今日呢個預言裏面所講嘅，我渴望整個大廳都能夠坐滿曬人，所以呢個係我哋每人責任，可唔可以真係要邀請更多嘅人嚟參與上主嘅宴會，更多嘅人都能夠欣賞。所以我哋話，我哋穿上嘅禮服，即係話，我哋天地地嘅心，我
哋好樂意去做上主所吩咐嘅嘢，否則至今日所提及到嘅呢個人穿上禮服。所以有時我哋都會明白，或者我哋比較疏忽一啲，但問題就話，如果我哋平時去多啲去實習嘅話，當有需要嘅時候，人比較難啲。所以都希望大家能夠每個主日，我哋都按照上主所吩咐嘅，我哋將上主嘅恩寵加喺我哋嘅身上。我哋有準備，當我哋去到呢個最後嘅節期嘅時候，喺個大節日嘅時候，我哋先可以結出果實。好似神父開始講，我哋嘅主母之禮，如果我哋平日我哋都識得點樣去尊重我哋同居嘅時候，相信喺我哋嘅節日嘅時候，大家都能夠參與。特別我哋去參與彌撒嘅時候，我哋大家都歡喜聽到彌撒禮聖呢句説話，我真係好開心。我哋睇翻彌撒禮聖呢句説話嘅意思，即係話我哋大家完成咗呢個祭祀，叫做差遣我哋、派遣我哋到外邊，到大街小巷去尋找天主嘅榜樣，讓我哋有機會能夠重新翻到我哋嘅容者裏面。所以我希望我哋大家都能夠真係慢慢實習，俾我哋能有機會為而將呢個預言、將呢個故事能夠實踐喺我哋嘅身上面。我哋會尊重，我哋會學習，我哋更加會實踐，讓天主嘅説話一咁樣喺我哋身上面。